有人。啊、嗯。眼睛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，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，我要摘一朵奇水送给你。看看九儿在干嘛，切土豆片。我洗手了啊。送你送到小村外，要不去花花儿要交代，虽然已经是徘徊。不，什么？谢谢谢妈妈。哎呦我的妈！幸福，什么是真爱？什么？多少钱？六块九了，六块九了。六块九算七块的，那我买半头的话就是三块五左右，对不对？对。看一下。那，哎，我买一半嘛，我买一半就够了。那你一坨都买了，这样？我要这一半嘛，我就买一半嘛，我就买这一半就可以了嘛，三块五。不行的。这不是一半吗？就是面儿。我就买这一半嘛，笑死我了，大妈！我只是要听一半嘛，那是不是吗？啊！Ha ha ha!